盘点女星的弟弟，颜值比拼，热巴的弟弟让人失望。范丞丞，范冰冰的弟弟，2018年 ENINE% 成员身份正式出道，不靠姐姐的帮助，他也顺利出了道，真的是很厉害了。不仅外形亮眼，气质出众，性格也不错，这点很多人都承认。和姐姐一样，丞丞天生就长得很精致，个子也高，相信有能力的他未来一定会过得很不错的。赵建飞，演员赵丽颖的亲弟弟，弟弟赵建飞妥妥的小鲜肉一枚，五官精致，双眼皮，高挺的鼻子，颜值超高，说他是颜霸也不为过。1993年出生，2016年赵建飞举行婚礼，在婚礼现场，赵丽颖谈到弟弟还几度落泪，并送他手链和脚链，寓意愿手足情，深一生相伴。